我常常讲真诚啊，要用真诚心学佛了，要用真诚心过日子。我们的生活用真诚心，工作用真诚心，待人接物用真诚心。为什么？用真诚心是佛菩萨啊。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，这个里头还有贪嗔痴慢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六道众生。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希望从六道跳出去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那真诚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啊，决定不能欺骗，欺骗是搞六道轮回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麻烦可大了。为什么要干这个？杀死啊！这个世界一切万物，《般若经》讲得清楚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睡觉，眼睛一闭，什么是你的？连身体都不是啊，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没有一样啊。世间人迷惑颠倒，把这些假的当作真啊，所有的心思都用在这上，叫大错特错啊。佛菩萨阿罗汉绝对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啊，他们能守住清净心，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就，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。我们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觉而不迷，这是修因。果报呢？果报是大乘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的智慧啊，无量寿命。寿命是福报啊，无量的庄严，庄严是美好，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人人都是大乘无量寿庄严，充满了智慧啊，圆证佛德啊，因果都在经体上。